너 방금 자기 나가서 보세요. 왜 나만 있으면? 와이 와 과연 뭐? 내내. 와. 山西人吃鱼。嗯嗯，这鱼没咋对嘛，还得咋的做？嗯，这样才有点反了。贵州人吃鱼。咦，这个鱼太夸张了，我要加点料了。嗯，金针鱼变成椒麻鱼，那吃上安逸嘛。嗯嗯嗯，那真香。嗯，肉麻肉了，真的是太安逸了。嗯，一口气吃十个爆辣猪蹄，免费送小猪。我参加。你头猪大过去，我们食物就不用抽了。我不知道，我打败了吗？这怎么不要了？这里面叫那么猪场鼻子了，竟然还没人吃完一个。你这个鱼啊，叫猪猪猪猪呢。老板，好不好？猪再买就来。拿去拿去。这个老板真的是个重伤。哼，还想吃毒死？我先帮你杀味道。嗯嗯，啊，真香！嗯，哎呀，妈呀，可以不错。你个憨子！如果想请我们家小雅，就叫我的三重十二口音，看你有没有这份决心请我家小雅。为了去小雅，我豁出去了。这个这个难度。第二关，重庆麻辣猪脚，这个太简单了嘛。嗯，这事儿真的。第二关，四川并台紫心椒腊鱼，就这一个，我偏偏都吃完。嗯，这小伙子还不错。第三关，超级魔鬼辣并台街，这里面叫做魔鬼辣椒，保证你吃不了。我一定会娶到小雅。你连三关都过不了，还想娶我女儿？你不配！哎呦，你有真心的。不过还可以，我小雅在做，我证明我对小雅还是真心的。哎呀，这一点还真的吃不了，你肯定不能成功。有你真心爱小雅，你哪里能证明嘛？小雅，我知道我这个穷小子配不上你，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照顾你。这第二关前，每个男子还要把你身份证才能购买，代表我爱你一辈子的承诺。我愿意为你上刀山下油锅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。你现在的独生女儿那么优秀，我绝对把女儿交给你了。嗯，我愿意。快喽！咦，那个又是草原美食嘛？这是你的选，那我就选猪肝肉嘛。哇，这肉好多啊！真香！哇，看来这是都是肉吃的嘛。妈，那羊骨上的肉都有嘛？那你怪去了，不怪我。爸，这草鱼不是太油腻了。嗯，哦，二百来只汤都排骨了。咦，这排骨呢还拉丝了。哎呀，又酸又甜的，这味道太奇怪了。你个猪的，都搞了个汤子，我会不吃？排骨肯定吃红色的嘛，看我啰嗦给你看。红色排骨来了。哇，这红色的看着就流口水。真香啊！嗯嗯嗯，比我那好吃吗？你汤子芒果，我比我的汤子芒果好吃。嗯，哼，那家本事做的到底是汤子芒果好吃，还是我的红烧排骨好吃？你赶紧吃，鬼人吃，看你瘦成什么样子了。哎呀，西哥，哼，哥太偏心了，都不跟我吃。你干脆杀了你，哼，我才不下了。哎，你不要逼我，你不要逼我。我就说吃我也当包吃鬼。嗯嗯，真香。嗯嗯，我真的是服你了。有钱人吃甲鱼，这个霸王别姬给我来一份。
不愧是毛子收的假鱼。先生，你一共消费28,800元。没钱人吃假鱼。哎，老板，给我来份干锅条鱼。哇，浪大一份啊！啊，吃的好撑啊！不是我快成年龄了，自己吃家也要给看我身边的粉丝来点福利，所以我准备了50台iPhone 来转转给你了。大家搓搓小在手里搓搓搓搓，就有机会1块8买回家。数量不大，但绝对真实。我这一共消费48。那行，麻烦我再给我打包几斤。你们觉得哪个更好吃？普通人吃折耳根。哇，你咋又过去了？一个死鱼，我竟然会炸！来，就当一个。贵州人吃折耳根。哇，折耳根大餐。有钱人吃螺。啊，我准备吃鱼去了。好的，先生，我这就请你承包的海鱼泥打了最新鲜的螺。先生，你螺打了好了。味道很鲜。没钱人吃螺。这大哥好死了。辛苦老子了，什么好吃啊？你觉得哪个好吃呢？去老丈人家吃饭。怎么了？快点了，很快的。这个，我准备了。去好兄弟家吃饭。兄弟，今天看我们防范你。今天伙伴真的不要想回家。来，我居然在听你啊！来就来吧。哎，你的衣服还不脱吗？在哪里买的？在内部上买的噻。今天正在搞活动，咱们工人才会衣服花噻，保证。来来来，喝喝。真的你不得行吗？你不敢去那个量吗？这要喝噻。不同年龄段的吃席现状，零零后全军出击。你们拿着高利贷给我用呀。八零后今年是要五百，大结婚是要五百，我还有房子，不行，下个我得要娃。六零后哟，这猪蹄黄我孙子肯定爱吃哟，这扣肉也可以，我看你们拿钱。